嗨，大家好，我是威利，欢迎来到威利穿搭中的频道。2021年的 GU 跟 Uniqlo 真的是让我荷包大失血，失血再失血哦。为什么这么说呢？继上次介绍的 GU 与三月抗御的超强联名之后呢，在一个月之后 ，GU 马上又跟知名的潮流品牌 Undercover 以及迪士尼做一个三方的跨界联名哦。我只能说，我真的是猜不透你啊 ，GU。OK，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潮流品牌 Undercover 这个品牌哦。Undercover 这个品牌呢，是由品牌设计师今年52岁的高桥敦所创立哦。早在学生时期就创立了 Undercover， 高桥敦是日本文化服装学院培养出来的设计师哦，并于1994年在东京首度发表完整的时装系列哦。那之后呢，更在川久保玲的鼓励之下，在2002年的巴黎时装周登场。现在呢，成为了目前少数能在欧洲时尚界发挥影响力的日本品牌之一哦。那我们可以从 Undercover 的作品中可以看得出来，它融入了高级时装的元素，并且翻转了性别的界限哦，结合了解构的手法来凸显超现实、怪诞和柔美等格调、哦，独特的美学观哦，让 Undercover 受到欢迎，并且站稳时尚界的地位。而这一次呢？GU 可以说是空前第一次跟潮流品牌以及迪士尼做一个三方的跨界联名哦，因此呢，这次的联名单品呢，也是三方联名系列最值得入手哦。而这次呢，高桥敦还运用了白雪公主中的巫婆来当作主角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联名系列的单品呢，会有巫婆的图案，可以算是非常特别的设计哦。我想巫婆她做梦也没想到，她有一天会比白雪公主还要红哦。重点呢，这次联名系列所有的品项呢，都仅约 Undercover 的商品价格的1/10不到哦，所以这次的联名系列呢，大家疯狂的抢爆。这次呢，一样我们会分上下两集哦，因为单品真的蛮多的。这次我会介绍外套的商品哦，那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集的穿搭内容分享的介绍哦。目前呢，威力穿搭中的频道也在举办粉丝回馈的抽奖活动哦。那只要在上一部影片呢留言，并且 follow 以下4个简单的步骤，这样就可以参与抽奖活动哦。那奖品就是 Paparazzi 的钱包哦，那这个钱包是价值3080块哦。那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参与抽奖哦。那就开始今天的穿搭内容的分享吧。那第一套呢，就是这次联名款非常热门的拉链外套哦。那这款拉链外套呢，最特别的就是背后的鲁宾果以及巫婆的图案哦。外套本身的版型呢，跟飞行外套一样，都是属于短版，那比较偏宽的哦。那这次用的材质面料呢，也是属于比较轻薄的哦。我认为是非常适合现在多变化的天气哦，就像是早晚都比较冷，那中午比较热的情况之下呢，这样轻薄的外套就非常适合搭配哦。而且这次联名系列的外套呢，它的剪裁、手臂都设计的比较偏宽哦，那穿起来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舒服。那这两款的颜色呢，也刚好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的颜色哦。那黑色呢，经典百搭，那搭配巫婆的图案，反差非常的大、哦。那我自己是蛮喜欢这种，非常帅气，然后后面也有一种搞怪的设计哦。那米色呢，简单干净哦。那背后搭配毒苹果的绿色图案，也是非常的帅哦。我自己非常喜欢这种特别啊，然后突破常规的图案设计哦。那我自己觉得帅帅的。那价格一件1990呢？只有在网络商店跟大型商店哦做贩售，那网络商店呢，我目前看已经是被抢购一空了。那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实体店面去冲看看哦，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可以买到。那第二样单品呢，一样是这一次的热门商品哦，军装外套。那这款军装外套呢，在还没有开卖之前呢，就被很多的IG 上的穿搭名人给烧到了、哦。那两款颜色呢，我自己也认为是非常百搭款的颜色哦。那卡其色跟黑色哦，只是呢，这一次的黑色我到实体店面去看，我发现比较属于偏墨黑色的颜色哦，会比一般的黑色，来的稍微亮一点，不会那么沉哦。这款军装外套的特色呢，就是胸口的不对称口袋以及下摆圆弧的剪裁设计哦。重点是这一款的材质呢，非常的厚实以及硬挺哦。那版型是属于宽松的哦。
那我自己以为呢，我拿 XL 会是刚好，没想到 XL 我穿起来会再松一点哦，那风格呢会再更 oversize 一点哦。那比较呢，我穿 L 尺寸的版型，那我自己会觉得我会比较适合我，而且这款单品的外套的袖子呢，它的剪裁都非常的宽松哦，因此 L 的尺寸也不会觉得肩膀或手臂变紧啊。那我给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两个尺寸穿起来的比较哦。那可以看得到左边呢是 L 号的 size， 那右边呢是 XL 上面的 size 哦。那我穿起来的感觉会稍微有点不一样哦。手臂上呢，我自己会认为差不多，那是在袖长的部分呢 ，XL 会稍微偏长，会盖到我的整个手的部分哦。那在下摆的宽的部分呢，那我自己是觉得 XL 是还蛮宽的、哦。那 L 号呢，我自己是觉得会稍微再合一点点，也不至于到很合，只是说版型上呢，我自己会觉得会稍微稍瘦一点。这款外套的价格一件1790哦，那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的超值哦。那网络商店呢，以及全省的店铺都有做销售、哦。那虽然网络商店已经卖光了，但是我去实体店面，我发现各个尺寸上还是都有，因此呢，大家如果还想要再去买这一件外套的话，现在去实体店面还是都买得到的、哦。那我自己是也蛮建议大家入手这一款外套的、哦。以上呢就是这一次呢 GU 跟 Undercover 所联名的热门商品的外套推荐哦。那不知道你这几件外套呢，你自己有喜欢哪一套，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们讨论哦。那下一集呢，我会针对这一次联名所做的上衣类以及衬衫类的部分做一个穿搭上的分享哦。那也别忘了，这次我们频道呢目前还有在举办一个粉丝回馈的抽奖活动哦。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踊跃的参与这个活动。那这次的联名系列呢，你有喜欢哪一款的单品，那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们一起讨论哦。那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follow 我们的 IG，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次的穿搭分享。我是威利，下次见，拜拜。